领我来吃饭了，这店什么店我也不知道，反正外国店，蹭一顿是一顿啊。蹭一顿是一顿。对，蹭一顿是一顿。所以是啥类的？啊，加拿大。小心。加拿大连锁的一个。地瓜给他拿一粒啊，几天的呢？这几天呢？昨天都吃了。吃没了，快点。嗯。可好吃了，对，现在在加拿大连锁的一个怎么说呢，鸡肉店吧，里边都是卖鸡肉的，卖鸡的。这个店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五年没吃了，怎么得有五六年我没吃这家店了。晚一个挺好，你才几块钱？15.99一份，嗯，是啊。这一份15的吗？对，还有沙拉，还有土豆泥，嗯，还有薯条。本来是地上这个。啊，爸，给你来那个。这是15.99，你点最贵。来这个，来一瓶酒。哎，吃一顿饭，再来凑一顿是一顿。你俩坐这，我他俩坐这，正好是。这是这份是35一套，这份15.99，这17.99，看这个，这是足够一个人吃的，吃顿饭。这个19.99都是鸡翅，约了。有点奇怪呀，他就是。你买香花了今天呢？买了，老爸。哎，对，今天先定了。昨天卖木头，今儿就出去吃饭，喝一杯，喝点酒。这地方离红贵家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哦，这聪明。这是2023年第一次出来吃饭吗？红贵家。Macaroni sprinkle. Sure, yeah. One of each. Yeah, let's two appetizers. So which two you want? You want sprinkle or macaroni? One each. One each. 要吃薯条还想吃沙拉之类的，要吃菜吧。有没有鸡腿啊？有鸡腿。You have one salad. Oh, only one salad. One Caesar salad, right? Caesar salad come with the Caesar dressing. Okay, yeah. It's a Caesar dressing. I like some beer, please. 喂，老妈，你喝什么酒啊？咱在外国饺子，来，外国的饺子。你蘸的啥呀？蘸啥我也不知道。白酱、酸酱、甜酸酱，还有春卷。一会儿还有别的菜。现在这个晚餐上来了。来吧，老爸，把汁儿浇鸡上来吧。这往上浇啊？对对对，浇汁上。来，哦 ，look at that， 哦，天，这都是甜的。哎呦，沙拉也浇了。他家不浇，热的这是，他这是。是。好了，好好吃吧，老爸。好嘞，吃饭了，喝点酒。今晚吃鸡，大吉大利啊，老爸。大吉大利。小嘴儿吃啥 ？Double leg， 两个鸡腿 ，smart guy。天哥，你吃啥？土豆泥和鸡，哦，那个酱撒上可好吃了。好，薯条倒是给我点啊，媳妇儿。这是我的这份。那我出去吃饭。这是什么店？这个店是儿子。鸡店。是温氏山内。叫瑞士小屋。瑞士小屋这店名。挺好的，我们吃饭了。吃饱了，花了一家小费120，老爸。儿子请一个。哎，没有，大家能来挺好。又。能蹭一顿是一顿。是，多好，行。这是汤山那附近的，挺好。